做感谢你手术，唤醒主子，唤醒主子的底下人，做我们听你话，求主你的心安静我的心，也开窍我的心，让我所讲的人，我听的人，我明白主你的祝福的中间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兄弟来平安，咱今仔日人较少。一个人去参加李丹派的名，今仔日嘛是一个欢喜的日，就是美国的这个独立的这个日子吼，所以一个人拢袂欢喜中间。我看迄个番三个生了一条真大条的吼，嘛拢有国旗，毋知咱有国旗有共款无吼？我相信这个日子对美国来讲是真重要。拜五的夜晚，我真亚细拉都会完成。听到咧放烟火声，就较紧爬起来，吼、哦！真正实在是一个真美丽的日子，烟火真水。咱今仔日的这个国庆的这个日，拄好今仔日也是主日，上帝的主日。咱咧特别来回想，过去这几冬内底，咱的这个国家的生活，咱好亲像去体会到，无论这个国家的经济。也是这个国家的社会，甚至咱的家庭，好亲像拄到真大的挑战，甚至迄个挑战有亲像，有当时亲像咱咧煎鸡蛋吼，咱咧煎蛋的时阵，来变过来吼，变过来爱熟安尼。意思是讲，这个国家的情况，当然咱的美国的生活已经比这个全世界真济个所在拢有较好势。总是尽咱家己伫遮个生活来看时阵，好亲像即个过去个日子，即个国家个社会安定甲百姓个生活有真济个无共款。我有看到一个杂志，写一个故事。即个作者，即个作者了访问一个人，即个人伊本来是个加州，咧做个工作就是咧人做即个 foreclosure， 就是咧人收迄、那个。厝吼，无钱通甲，要共拍卖迄个人吼，去甲去执行迄个收厝的工课安尼。即个人伊讲，伊刚开始做即个工课的时阵，伊内心无啥物挣扎，因为迄是一个工课，所以伊就去做安尼。但是一日过一日，一个月过一个月，一冬过一冬，咧做遮个代志了，伊感觉伊的内心无法度过伊心内，每一届去迄个家庭。看到迄个家庭在搬厝，看到迄个家庭在流目屎，看到迄个家庭在内痛苦，遐个情况的时阵，伊感觉伊的内心也受到真大的冲击甲痛苦，所以伊就离开迄个工作。迄个工作伊离开了，伊去到美巴达迄个所在，美巴达迄个所在是古早的美国迄个早前，好像就是1718年迄个时阵。有遐个乌金仔，吼，另外在迄山区个所在，人有遐个细金仔，咧淘金啊，吼，中文讲做淘金吼，伊遐个细金仔，伊去遐开始咧做即个工课。即个访问个人，讲毋是干即个人，即个访问个人去遐看，毋是干即个家庭两个父母伫遐咧做即个代志，是足济人伫遐咧做即个代志。所以即个访问者，即个写即个文章个人，就甲伊问讲。你伫遮个所，你洗即个金仔个收入，敢有比你早前咧做迄个工课个收入较好？伊讲，我一单个收入敢若是8000到1万块中间个。哎呀，一单哦，敢若安尼个收入尔。哎呀，我你敢有够？伊讲有啊，我着带电度啊，逐项拢足简单个啊，用即个一卷个电啊，发电啥物，逐项足简单，有够。伊讲，安尼你感觉有好势吗？这个人，这对母有甲伊讲，我的心内感觉无拢总负担，无遐痛苦，所以我认为我的这个生活是一种享受，嘛是一种快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我来用这个故事来当故事讲时，是嘛感觉足袂当思考一个人，一单一个家庭两个父母，一单的收入是8000到1万块，有法度去维持。总是即个夫妇讲，即个
我的心内有感动，让我感觉我伫遮是一种快乐。从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来看，咱兄弟姊妹伫遮的生活，其实每一个人面对的拢是挑战，每一个人面对的拢是压力。有一摆，我打电话，看咱有一个姊妹，我甲伊讲：“啊，姊妹啊，毋知咱的兄弟最近工作哪有，还阁有真无闲？我甲无事想要来甲伊探访，探访你的兄弟。这个代志已经讲一段话，拢还不实现。”姊妹才甲伊讲：“啊，我的兄弟吼，永远拢是足无闲的，无迄个休困闲的事。所以，回家来咧看的时阵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”拢是为着生活咧打拼，拢为着要这个所在生存咧努力，也为着倒钱，家己以外，也为着家己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用真侪时间咧工作，咱为着生活做打拼。所以在这种竞争的社会甲生活中间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好佳哉！咱每一个人还佫有一个真好的机会，咱比咱的同乡较幸运。就是咱每一礼拜，咱会当来到教会，坐伫礼拜堂内底听上帝话。啊，这上帝话就好亲像咱的车保养的时阵，啊，咱需要去加油站加一寡油，予你油会当加做咱生活的开来。所以，这个加油站变作真重要。啊，就是讲每一礼拜来到教会听上帝话，变作真重要。总是我相信咱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刚才有一种的感觉。虽然咱每一礼拜来教会加油，总是一礼拜过一礼拜，咱也好亲像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同款，拄着挑